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恩峰。从我18岁生日开始预购了我的首张创作合集《向着阳光》，距今已经过了快2个月，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因为现在预购已经快要200张了。那我现在要正式宣布，这张合集将会在8月25号正式发行。有预购的朋友也要留意一下电子邮件，我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寄电子邮件过去给你们。那信件内容呢，包括了你的姓名，还有你购买的张数。如果你选了邮寄的话呢，我会跟你确认收件地址。如果你选择 7 电脑店，我会跟你确认收件门市地址。那我会附上我的汇款账号，还有你的汇款金额。那金额就是280，再加上你是选择邮寄或是电脑店的钱。对，那我收到款项之后就会在隔天出货，所以麻烦你汇款完之后可以截图，然后也要回传你的账号模式码过来给我哦。弄了半年到现在完成，一路上真的非常感动，很感谢参与这张合集录音还有制作的朋友，还有创作这些歌时遇到的人事物，最感谢的是一直听我唱歌的你们。希望合集里面的8首歌能够让你们在里面找到自己的故事，被安慰也好，被共鸣也好，让他们在你无聊的时候陪伴你也好，只要他们在你的耳机或是喇叭里出现，或许你就能听到是属于我们的青春年华。就算世界还有生活，好，这个爱情，谢谢你们。就算生活还是时常有烂事发生，但我们还是要继续向着阳光去听歌吧。